我最近迷上了韩国的代餐棒，我是透过 coupon， 大概六天了，他这里说火箭 coupon 的话，如果是国内的话，大概今天中午十二点订，晚上是半夜十二点订，隔天中午十二点到，我算过十一个钟头。但是韩国的，如果这是韩国的，韩国过来的，很奇怪哈，Momo跟 PG Home 都没有那种很口味很好的代餐棒，这个说是可以减肥，我猜 ，OK， 大家拆封这一包，这个叫做低蛋白棒 ，Protein Bar， 稍微减，我吃这个要减肥，吃看看，甜的呀。好像燕麦做的，再喝一口，这样吃会减肥吗？我怀疑耶。那大家对这只可能比较有兴趣，看看，这个也是代餐棒，这个更邪恶了，还有巧克力耶。坚果代餐棒。我觉得代餐棒吃还是好像韩国比较好，好吃，能不能有减肥效果？大家一个以后看我体重就知道。这个还没开封，看看看，又是一巧克力。这种口味都是坚果跟五谷豆的。邪恶的可口可乐，不是 zero 的哦。哇，这是我的中餐。